兄弟们，你们见过王者亲密度最高的情侣等级是多少呢？是100多级还是几百级呢？就在刚刚，全网最高等级的王者亲密度诞生，这对情侣的亲密等级达到了2000级，起码亲密度达到了200万。看到如此可怕的数字，让很多玩家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真的。于是该博主直接展示了自己跟另一半升级的整个过程，基本上每天都上去做任务送礼物，把亲密度拉满了。从2022年开始到现在已经2年左右，也就是700多天，期间从来没有间断过，而且每天亲密度都是拉满的，最终等级定格在了2000级，让人叹为观止。我们可以看到赠送的皮肤也只有10个，所以基本上都是送花朵或者其他道具增加亲密度。该博主晒出自己的情侣等级之后，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，大多数人都非常羡慕他们能拥有现在这一切。与其是羡慕他们的情侣等级这么高值得炫耀，大家更加羡慕的就是他们感情居然这么稳定，700多天基本上应该很少吵架，不然可能中断了。原来最拿得出手的东西不是身边不断换人，最值得炫耀的是身边的那个人一直是他始终如一。那么你们见过最高的情侣等级是多少呢？